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微讲有声书系列哦。那我们今天来跟各位啊聊聊这个啊，师父最近有一个评语哈，叫做理智哈，理智。这一篇呢，刚好是我们在台北国际书展呢啊，弘传创世主以来，弘传创世大法哈这样的啊。也蛮结束的一天哈，就是最后一天，六月七号呢，啊，在明慧网出现的一篇文章哈。那过去呢，这个啊，似乎都没有评论关于这个微尘哈，微尘我们在弘传创世大法的事情哈。那这一次呢，啊，就在2022年的这一次呢。啊，从明慧编辑部他又提出来的，又提出来的，又提出来的一次这种啊，对微尘所弘传的创世大法哈，跟创世主以来的天机呢，啊，有一些意见呢哈、啊。那事实上很明白的看得懂啊，这个文章本来就是要。去封杀所有同修，不要去做创世主以来的这种真相，啊，也封杀了所有这种类似大法这种位阶呢，这种的啊全球普渡的这种事情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组织项目里面啊。嗯，比较邪恶的那种的作为。事实上，我们非常重视哈，在2003年，师父曾经讲了一句话哈，然后这个经文呐、啊，他发布了个经文啊，然后也刻成石碑的，就是肉桂念间。那我们非常的清楚师父传大法入三界称弥勒之佛乘的用意，那我们也知道说啊，这个失众者即迷无迷之表啊，叛道变异之徒各起思念行无道之为，难中涉难险之根而易毁大法于三界。那因为这一部经文呢啊，入柜一念间啊，一般的学员也不敢讨论啊，那只能偷偷的写哈、啊。一个碑文啊，师父亲自写的经文啊，刻成石碑啊，然后加上一个龙纹宝盖，庄严到不可思议啊。然后呢，修炼的人呢，却在掩盖啊，不让世人知道哈、啊，啊，不让世人知道师父所写下这个入柜一念间啊这样的经文哈、啊，那对于同修来讲也是躲躲藏藏、掩掩盖盖啊，甚至啊恶意的打压哈、啊，打压这一篇入柜一念间同修之间应该要有的认识哈、啊。因为我们称这个肉桂一念间呢，是我们师父呢，他宇宙正法的天启哈、啊，打开了这个宇宙正法的天机哈、啊，就从前面的两个字就知道这部经文的重要哈、啊，念救度众生之故，力挽大穷以覆灭。啊，常人呢在生活啊这个。啊，这个社会的各种压力的生活中呢，啊，是很辛苦的哈、啊，很辛苦的。那千万年轮回了，到今天呢、啊，师父的宇宙正法才开始哈、啊，啊，已经30年了。
那开始了这个30年了哈，事物也改变，论理呢啊，直接成大法为啊，创世主的智慧哈 啊，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哈、啊。这个创世主一直在告诉世人啊，创世主以来啊，他在这个神印的演出中呢，10年的神印中啊，亲自来告诉世人啊，创世主以来，在经文中呢，在他非常重要的论理中呢，开天辟地的告诉这个各个所有学这部法的朋友啊，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他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爱宏为自己啊。创世主的智慧都打开来了，师父一直告诉所有弟子，师父就是创世主啊！啊，神印演出的时候，从一个团到7个团，可知道师父多么急吗？急于告诉世人呐、啊，创世主已经来了。那我们一路其实是非常感慨哈、啊，感慨。整个组织项目哈，都干嘛不敢讲？尤其明慧网有人贴出“创世主”以来的“创世主”的3个字的时候，哇，吓得要死哈！就、哎、通常第一天出现了哈，第二天呢就把人家删改掉了哈。这个很多的天机啊，在组织的控制之下，其实是完全掩盖住哈。应该让世人知道的东西，那这个组织跟项目呢、啊、扮演那个魔的角色，扮演旧势力呢，不让世人呢、得度也好、啊、不让修炼人修上来也好、啊、这种的打压呢，事实上、啊、害的是所有的大法的学员啊。只可惜呢，大法的学员在组织的恐吓威胁之下，已经没办法觉醒哈，这个原地踏步了，原地踏步，师父只能另外安排哈，另外安排，因为这个本来是要让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不至于被中共打压之下就散掉了哈。所以在成立的这种所谓的学会的这样的单位哈，啊，那当然师父也让大家呢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媒体哈，啊，大纪元跟新唐人哈，还有其他的哈，也都自己也出来做了很多的媒体，这些都是 OK 啊，在人类的生活里面啊，我们。一样都要上班哈，那一样的在常人社会里面有专业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专业的事业的要求哈，那同学去做都 OK 啊。可是，在修炼里面呢，对于自己已经得法的大法弟子啦，啊，这个修炼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哦，不是只沉迷所谓的。项目工作器了、啊、那如果沉迷项目工作器，那让你得法干嘛？你就到常人的工作器，去做了非常专业的这些工作人员嘛。之所以让各位得法，就是要这样，要能够这样，要能够去正式化。好，在你的工作中，你还是要修炼上来哈，有自己应该要证悟的哈。啊，所以这个看到大家呢，事实上很少能理解到同修有证悟大法哈，直接站出来，弘传创世主以来的天机哈，这个。如果说你只是气功而已，那没话讲哈，你就弘传气功吧。啊，如果这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哈，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开天辟地造化宇宙那种根本大法。
那、啊、你得真的有得到的时候，你当然也会展现出来，你也会告诉世人呢，赶快来得知宇宙的根本大法，因为这些世人都是天上下来的法王天主啊。然后呢，事实上我们看到了一路过来呢，事实上。很可惜呢，这些前面先得法的朋友呢，所谓的先得法都先看看书啦，看过师父的经文啦、转法轮啦一系列的书的这些学员啦。师父其实把这个修炼人分两个哈，在这个大法中的修炼人有两种人，一个是大法弟子，一个是学员，大法学员哈，大法中的学员啦。那什么是大法弟子呢？大法弟子是已经得法了，得法呢，懂得出来证实法的，承担起师父的受记啊，师父的受记 啊。什么是学员呢？当然就是跟着组织走，这个跟着团体西归外道兵啊，这个觉得这个人多安全哈、不会犯错哈。事实上，人世间的颠倒刚好相反哈，刚好相反。在修炼来讲，通常是要自己去证悟起来，要突破组织的障碍，要放下生死的走出来。真正的大法的学员的最大的障碍就是组织哈，真的障碍是组织啊。这个就势力玩弄的游戏中呢。如果各位无法识破的话，会一场危险，绝对是危在旦夕、当各位不知道这个环境的险恶，还觉得自满得意、这个是很可怜的、非常可怜的、今天因为这个师父的评论，这个理智哈、我们看了，我们当然知道师父的心里在想什么。他期望的同修能够觉醒哈，但是我们也知道，一般的学员那绝对听不懂、看不懂啊，认为如明慧王所讲的哈，这个有什么创世大法的团队在红传创世主哈，跟创世主跟创世大法哈。这个他们无法理解啊，也不敢去做哈，因为上面啊，所以组织的上面的这些人说不能做哈。这个就是我们后来在美国啊，在台湾啊，许许多多的朋友，这些学员的反应中，我们发现到，就可怜了呀。不能做创世主，不能去讲真相啊！不能去用这个真相来救人啊！揭开红尘的记忆哈、师父讲过，讲真相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它能揭开众生啊，这些世人啊，红尘已久的记忆。什么是红尘已久记忆？千万年轮回哈、这个包含为何来？千佛灵王万主教的为何来？师父为什么在这个新的我们也是今年来看了蛇印2022年的蛇印呢里面节目呢事实上有玄机一般大家不假思索的人当然这个看不懂里面的真正的变化那我们看节目的第一篇呢，幕后就读哈，当宇宙有大劫，只有无量众神追随创主纷纷下世来到人间，为最后的救度铺垫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我们曾经听北美的学员呢，讲这个创作主只能是师父做哈。我们修炼人呢，学员弟子哈，这个是不可以做啊，不可以做。这个创主只能自己创主去救人，他用神意去救人，我们不可以，我们就只能推票卖票，这样已经很了不起哈。这个不知道是谁呢？
把这样的思想哦传播到全世界的修炼人的脑袋里面哦安装上去了哈。在我们这个德华的，我们这些所有已经德华的朋友哦，看了真的是胆战心惊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思维哈？这误解这部法到什么程度哈？其实也无法理解啊，他们绝对无法理解是为什么神印呢？一个团到最后做七个团，啊，后面可能四个团，是为什么这么辛苦这样做？就跟师父私底下曾经跟学员啊同修讲过一句话。过去你们正式化，现在我在正式化。师父很感慨的，没人做创世主啊，所以他用神意来做，来救人了、啊，世上为大家铺路了。谁敢红传创世主来？整个神意他的演出都是为大家来铺路的哈，为红传创世大法、创世主的这些弟子嘿来铺路哈。啊，所以今天其实，从师父的这种所谓的评论呢，这个评议哈、啊，就是在明慧网的评议哈、啊，到现在包含我们把这个所谓的台北国际书展呢，我们走过来了，圆满的、把它结束哦，结束这个台北国际书展。好，那在之前呢，我们也在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呢，也在红传了 这个创世主哈、跟创世大法。那在之前呢，佛事展佛事展，还有去年底的台北国际宗教世纪大论坛那在之前一样是一个佛事展这一过来大概半年里面呢、五个展览五个参我们就大概参与一举办了五个类似的展览，通通在红传创世主跟创世大法讲这个真相讲这个真相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来救人那围城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围城的创世大法团队也很简单，只是做这些事情，我们也不会想不会想说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些事情呢，那个学员会听会来听，我们也不假这个希望了我们只是我们的这些围城创世大法团队办未来呢，将全球打开来的时候，这个参与我们一起红传创世大法的这些朋友来听来看就是这样了。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修炼的过程里面，留下我们在一定的时间点里面的我们的证悟跟我们的继续要走的路红传创世主来创世主以来跟红传这个创世大法这个路我们不会变不会变这个其实法正人间我们也在推动了法正人间，当然这个学员里面通通不会动了他不第一个不一已经确定了这个这一批整个啦，这些学员呢，不可能做创世主了。也就是说，他们在修炼里面呢，没有创世主三个字创世主的事情他私人用了，整个学员呢，把它当作是私有的东西事实上，很多游行跟牌子都是蛮私有的为了那只是一个华人公团体的私有了跟全球普渡没关系这个很多动作了，各位不深入的去思维，各位是分不清楚真实的内涵真实的内涵。这个不假思维的人，泡在组织中的人，其实连自己的思维的能力都没有
啊，生命哈，其实是蛮可悲的哈，蛮可悲的，没有自己的想法，哎，学了法以后证悟大法，也不敢去讲，哎，不敢出来告诉世人，他得到的是什么法，欺骗世人哈。一直在欺骗世人，师父的法是宇宙的根本道啊！他带着千佛灵丸万祖下界啊，师父都向全世界打开这样讲了，这批邪言还在掩盖哈，掩盖哈，还不让世人知道啊！难怪师父世上包含今年的邪人在台湾的节目哈，因为始作俑者在台湾哈，这个。轰杀师父的创世主以来的天机，哎，这个是从台湾开始哈。那后面呢，啊，这个全球的啊，全球这个组织的啊头，哎哎，也一起干哈。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大法中呢，哎，这个所有组织里面，当然一定有特务哈。中共的特务还是会有哈，只是师父不让他们曝光而已哈。我想都是宇宙非常伟大的神下来嘛，啊，虽然转世中呢啊干了一些坏事呢，以至于呢啊其实被安排为一个非常严重的哎某种的特殊任务的生命啊，但师父还希望他们能够觉醒啊。啊，最后中共解体以后，他们可能也没有需要去干这种特务的工作，都直接不见了哈。这个到时候再看他们怎么表现哈。我们今天是看到师父的理智了，然后看到这个神印的节目的时候，有所感慨，真的有所感慨。唉，其实。大概都定了哈。我们前面原来有做了两个图片哈，啊，这是七天里面呢，啊，这个从台北国际书展结束以后到现在，啊，我们从红船创世主创世大法一定成定级的这个哈，啊，这是我们可能把今天作为今天的主要的这个啊这个视频的开头哈，啊，那。第二个是幕后的救度，就是看了神以后延续下来我们的体会哈。啊，这个组织干了坏事哈，已经是非常不可思议了。这个事情都刻在历史中哈。这个，我们红船创世大法。也都被刻成一个历史的碑啊！啊，宇宙这个事情啊，不会抹去的哈。然后这些啊，组织的这些学员们干的事情呢，也一样哦，一样了，一样啊，都被记录起来了哈。那到现在呢，事实上很可怜的是，其他的学员们啊，啊，百万千万的学员们呢，没有人有胆出来红船创世主哈，红船这个宇宙的根本大法哈，这是我们感到最悲哀的事情哈，师父非常痛心的事情了，啊，这个就是这是很多的事情累积起来以后变成这样子，那实在。该讲都讲了，所以也不想再讲多么严肃的话，轻松一点吧，大家轻松一点，既然如此就轻松一下吧，啊，那师父有师父的安排，那我们就按照师父的安排，前面的红船创世大法，那这个是我们围城创世大法团队即将在全球打开来的啊，这个所谓的法证人间的事情啊，我们不会停啊，我们不会停。师父在红影呢，红影四五六里面哈，啊，把很多的天机都打开啊，把世人都是神转身。因为你今天如果真正是一个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的大法弟子啊。啊，你知道吗？师父的法可以展现在你的身上，
你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去应用师父的法在人间救人。如果你今天听的组织听了旧势力的安排来讲，你是寸步难行的，你只会泡在组织的安排中去做组织安排的事哈、啊，你不敢出来，不敢放下生死哈、啊。这个道言里面哈、啊，师父很难得在神意中竟然也把最后的警示道啊的学员呢，用一个神意的节目到道言来警告大家。平常称师父啊，讲得很好听啊，师父要大家放下生死，跟着师父跳下去啊，类似神意这样，师父去做神意的啊，这个讲创世主来的事情，没人跟啊，就一个老将军啊，后面来的啊学员弟子啊，敢随的。师父跳下去，我想这个道言呢，这些在组织控制的学员里面也是不敢去交流了、啊、也是不敢去交流了。但是在明慧网也曾经、欸、有人就把这个节目从头到尾写、欸、下来，很好，留下这个过程，不加以任何评断，很好很好、啊、这个客观的放在那里，心里能够想要觉醒的修炼人啊，啊好好看看道言啊，道言这一篇啊，这一篇的节目啊，为什么大批的学员没人敢随师父跳下去呢？师父为什么要演这个节目呢？讲起来啊，真的是很悲哀的事情，非常可悲的事情啊。但是师父之所以安排是最后的救度里面，是会安排大法弟子回过头来救这些组织控制的学员啊，这个是师父早就看到了啊，师父看到，还不止师父看到，一些预言师啊，古圣先贤啊，近期的这些预言师呢，都看到了。连火星蓝海都看到了、啊、这个包含不同宗派的这个宗师、哎、他们都预言到了，通通看到了，看到了什么？大法中将有大法弟子整个来全球普渡、啊、把全球人类救下来、啊、人心归正，众德行善，万物更新、啊、师父已经够辛苦了，法正人的事情是给大法弟子做的，师父是赋予大法弟子威德，所以有一篇呢，有一篇的文章呢，这个《红影六》里面的哈啊啊，这一首诗也是一首歌，在北美啊神意中有把它唱出来，可在台湾呢，这首诗这一首歌没了。啊，没了！我把这首歌里面最重要的师父讲的一句话，在这边啊、给大家啊 list 过一遍，哎、啊，就是我们今天啊跟各位交流里面的感慨了，当作感慨的结束语哈。师父在《红影六》里面呢，一篇我唱一支哈、啊、神圣的歌里面哈。啊讲到人都来自天堂下世等弥勒，他是创世主的化身，把大法传播。师父怎么说呢？他说人都是来自天堂下世呢，要等弥勒啊，弥勒啊，弥勒啊。师父亲自讲啊，世人都是天上下来的，都是神转生一样，但都要等谁？等弥勒啊。各位学员听到了吗？所有人都在等弥勒呢，他是创世主的化身，把大法传播。哇，师父说这个弥勒是创世主的化身呢，他把大法传播啊，我们直接非常了解啊，所谓的化身啊，就是师父的
书的地址啦，啊，书的地址呢，被视以弥勒的法号，全球普渡，所以多贵念间才有师父特别计划，传大法入三界，称弥勒之佛城。啊，师父弘传这部宇宙根本大法，弟子也在弘传这宇宙根本大法，在三界里面，层层空间的三界里面呢，弘传这宇宙根本大法，啊，以弥勒之佛成大法，就从佛的国业修起，用弥勒的佛成大法来度人，所以弥勒他是创入的化身呢，把大法传播。啊，大法是创入的智慧，啊，大法是创入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根本，师父传话给我们，我们就是师父的化身，我们的身上每个细胞现的什么，现的师父的像的化身像，啊，然后师父实际上就是弥勒古佛，真正的弥勒古佛，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师父的化身，哎，就是法子弥勒哈，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讲创世法弥勒佛成大法哈，啊，师父赋予我们成为成就为创世的法王，啊，创世法王，啊，然后来弘传这个弥勒的佛成大法啊。那今天啊，今天我们想经过几天的这种沉淀啊跟思考哈，啊，大家也有相当的回应出。师父在这个灵慧网的这个文章里面的评议，啊，所以我们常常跟同修讲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包含师父经文出来的时候，那多看几遍，啊，多看几遍，啊，多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如果大事发生，你要做什么决定？你要给自己，啊，最起码三天的时间，啊，静下心来观察，观察再观察，啊啊，看看法，啊，静静的去思考，啊，你能看出，啊，因为在法上的话会看到一些真相，啊，会真相，啊，不至于被情绪化的那种，啊，砰这种冲击给冲昏了头啊，冲昏了头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简单跟各位交流了。说实在的啊，这个大家实际上以围城创作大团队来讲，越来越成熟了哈，啊。这次也算是第一次的考验哈，啊，这个围城创作大团队正式组成这个团队的时候，弘传这部宇宙根本大法的时候，第一次呢，一起承受了这样的压力，好，哦啊，这个压力就是正反同数的时候，同时也是肯定我们，给我们这样提高，给我们提高，哦，也是给我们相当大的德，非常大的德，因为要全球普渡，所以这个德也要来得非常大，再加上师父的加持，哇，那不可思议哈，哦，也感谢师父呢啊这样的呵护了。这样的一直对我们在弘传创世主哈，啊，这样的苦心呐，啊，师父是非常肯定的，我们是非常感谢师父在一个时间点中适时的这样出手，适时的来讲来鼓励我们哈，啊，加持我们。好，我们今天啊，幕后的救度，啊，弘传创世主，创世大法已成定局，啊，这个师父的评议哈，啊，这个理智啊，我们先讲啊，再讲到这里哈，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众生。
了。